Hello. 我帮你开门。 Surprise！Surprise！ 我做了。来，红烧肉。哇哦！好吃。什么？全浸在肉香里。哇，你喜欢就好啦。嗯，谢谢你。 我是不是需要喝口酒压压惊啊？这个还有很多工作是需要咱们俩一起干的。哦。但是呢，前期是我要干的。我觉得这回学到了很多东西，其实是我们自己可能不会。 不知道怎么调整方法，我觉得这个，这摸索一辈子。来，你学坏了。